我一定会揭穿你的真面目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现在就去告诉他我是假怀孕啊！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双胞胎的另一个，居然也被江仁哲抚养长大。连续杀人魔的女儿江李静，就像你一样，都是我人生中的绊脚石。江素妍的孩子。 是你双胞胎妹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《緯來戲劇台》玻璃面具。